当我和女友闺蜜处得很熟，来金军，那个多吃点肉，多吃点肉，挺好吃的。你就这么吃了？吃一块肉咋了？吃。你都没有啥没跟我说的吗？咱入手就这么做。啊，那啥，金娟，你这喝这个吧，你这两天不喝不了凉的吗？我是常温的，喝我的。啊、你还炫上了、哦？病态。哎，对了，小天，这是周末、啊、咱们去踢足球。啊，行。不是，他哪会踢足球啊？谁不会踢足球？小天最喜欢踢足球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还是安排团队的忠实粉丝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呀。你知道的还真不一定。哎，小天啊，昨天晚上没想到你那么厉害。你今早去我家继续呗。行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干啥呀？小天，咋去了？他说那话啥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明白。哎，约好今晚去我家打游戏。我之前可叫你去过，你自己说不来的。我才不去。哎，你不是不来吗？刚好看你俩搞什么鬼。啊？金娟，金娟我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金娟不在，啊，没来。那啥下，就是我之前总找你打游戏看球嘛，你都不答应我。我今天就和金娟演了一出戏，就那个招是金娟出的啊，他给我出的招。你又骗我，小天，不理你。啊，不是，哎。嗯，你没走啊？你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不是你这老捂着领子干啥呀？里边藏东西了？啥东西？给我看看呗。你家没别人？没有啊，就咱俩就。哎，不对，啊，我还有个疑问。啊。那为啥现在你就知道你爱踢足球啊？你都没跟我说过。因为《三国志战略版》邀请巴蒂斯图塔来分享这届球赛的看点，那是我偶像，我老激动了，所以跟我一起玩《三国志》的朋友都知道。你这啥情形？我看看。你转过去，转过去。等会儿啊，不让你转过来，先别转过来。啊，行。转过来吧。不是你这是？你不是喜欢看阿根廷的足球吗？我今天陪你看，走走走。嗯？你不是说没叫别人来吗？虽然没叫，我看看啊。哎。不，这也没人啊，这啊，谁敲门呢？不，你咋来了呢？我跟饭店就听你说，啊，你不说今天晚上来你家看球打游戏吗？呀，我今天来了，来挺早。老弟，这。